我觉得我自己长得超好看的。但是更多的会说胖子不要自我安慰了。走起台步，自信又美丽，这群大尺码美女统统都是专业的大码模特。我们的直播呢，主要是每一期我们都会选择几个身形不同的模特，在镜头前给大家展示这个衣服穿起来效果是怎么样的。站在镜头前，衣服一件换过一件，向顾客展示新产品。随着网拍兴起，大码模特也成为大陆的热门行业。但想要成为这个行业的抢手货，可不是这么容易。比如说要胖的不能太窝囊，要有精气神，要有脖子，有胸，有腰，有臀，就是曲线还是很好看。整个身材比例就是9:7:10。不仅要胖的好看，还有业者表示，大码模特最好身高170，体重也要达标85公斤。这种极品模特不仅时薪高达近万元，月薪也可以轻易达到35万至50万。而就算条件差了一点，一般的大码模特也可以轻松月入50000元。那你短时间没有办法从180到120，那就在180斤里面做180斤里面最美的女胖子就可以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